这种感情依赖没必要，但小心翼翼，你要记住我的方法，我去哪里飞翔，你都别在场。好，我想要讲一些话。你应该是要在这个时候吧？应该是在玫瑰少年的时候的尖叫在求婚吧？我要上厕所了哈！没有钻戒，你的话应该跟我讲吧？哎、欸，你先不要离开。你要拿戒指吗？不可能现在、啊。应该是贝尔斯，欢迎钻戒出来啊、哦！我出戒指，好有趣。我会哭哦。等一下，我怎么没有？我有钻戒，我要尴尬了。来个下一道，等一下。尴尬。他求婚了，他求婚了是不是？什么意思啦？该求了吧？好吧，凯凯，今天是我们在一起第600个日子。啊，十年吗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可以可以。然后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，有开心，有难过，有挫折，有成长。有没有想过这辈子会有这么开心、这么幸福的生活？原来这就是爱一个人跟被爱的感觉。然后说好的泰国跨年或是我们那个试炼，现在这个试炼不但通过了，感情还更好了。好，不说说废话，今天就在这里见证下来。是今天吗？刚才干嘛了？你愿意当我亲爱的对象吗？这是我的戒指啊！不能说不要吧？哦，就是很尴尬，有过这一段。我也是今天忽然觉得，哎、欸，好像可以，然后就赶快去买花跟那个。因为其实我们在白派就是都没有什么吵架，然后感情就是越来越好，然后。就是我觉得我们时候已经到了，就是渣男终将结婚了。太扯了！所有都说，凭什么这一群里面我这么渣，我最早结婚，我也不想，然后就遇到了，对啊，安全这样。这就是从我的戒指，这诚心也是我戒指。我是最先想到的、啊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